这次真是委屈你们了，不过伤员的伤势恢复得很好，应该很快就可以醒过来，我们就可以离开。韦斯医生，这名伤员呢，是同日本人作战时候受的伤。日本人之所以救他，是为了对他进行审讯，从而获得更多的情报。但是他们获得情报以后，一定会杀害更多的中国人，所以他们需要您的帮助，韦斯医生。 或许是吧，但我只是一名医生，我帮不上什么忙。您可以的，因为您是德国人，日本人不让我们出去，但是您可以的，只要坚持您的立场，日本人肯定会让您先行离开。您只要把这个消息带给我的朋友，就可以挽救很多中国人的生命。 即便日本人同意我离开，亦会安排人员对我进行监视。我虽然同情你们的遭遇，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家人陷入危险之中。我恐怕不能够答应帮你的忙。我知道，这对您来说确实有困难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您的帮助。您只要把这个消息带回家就可以了，韦斯医生。 我知道，您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，您一直反对日本对中国发动的这场战争，所以，我才冒昧的向您提出这样的请求，请您帮忙。伤员既然丢过了危险期，那么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审讯呢？大佐阁下，您太过心急了，他目前还没有苏醒过来。 等他苏醒过来之后，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李院科长，伤员的身体非常虚弱，最好等他恢复到一定程度再进行问话。恐怕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。进来。我很不适应这里的环境，我需要回家休息。 威斯先生，还请你多多体谅我们，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安排最好的休息环境。威斯是你们亲来的客人，不是囚犯。我的家人这么久没有看到我，他们会担心的，我也非常想念他们。不管你们会不会同意，我必须要离开。威斯先生，既然你如此坚持。 那我们就不强留你了，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，但是这里发生的一切，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说起。我只是要回家，这里的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请你们能够理解我。松本，科长，你带人亲自护送威斯先生回家，并且要保证威斯先生的安全。嗨，威斯先生。 这片区域人口密集，他们应该不会把实验室设在这儿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区域给排除掉了？一会儿我们再到其他地方看看。好，可算找到你们了。怎么了？徐老板找你们，他在风暴商行等你们。他没说具体什么事儿吧？没有。你去找安生和明浩，在修车行等我。
威斯先生，辛苦您了。你们两个在这里严密监视，如果有异常情况，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等等，走吧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出什么事了？日军医院里面有一位受了重伤的情报员。日本人打算对他进行审讯。哪来的消息？是上官送出来的消息。当我得知上官和维斯去了日军医院，我就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。第二天早上，上官和维斯还没有回到医院，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严重。上官要想把情报递出来，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维斯，所以我就提前到维斯家里等待消息。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，这样，你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上海站，让他们做好应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队长，我喊几点？看来是好消息啊。沈处长说我不用回武汉述职了，可以继续留下来执行任务，说明沈处长应该回到总部了。嗯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李老板让我们到这儿来跟你们会合的。大佐阁下，药物起作用了，他醒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八哥。嗯。继续为他治疗。嗯。强硬，一时半会恐怕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情报。李彦军，听说你们特高科有一种专门针对审讯的药物。不错，但是药物的副作用很大，正常人都受不了，像他这样的随时可能会发生危险。除了特殊情况下，即便是我们特高科自己也不会轻易使用。现在就是特需请客。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李老板怎么还不过来？胖子，这才等了半个小时，别那么不耐烦行吗？哎呀，我不是不耐烦，我这不是着急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哎，来了。昨天你们参加行动的人员是不是有一个处于失踪的状态？孙亮现在生死不明，弟兄们正在全力搜寻他的下落。他现在在日军医院，日本人救活了他，正准备对他进行审讯。消息可靠吗？嗯，上官静云和维斯院长去了日军医院，他们参与了孙亮的手术。日军不让他出来，他好不容易才把消息传递出来。孙亮是我从武汉带过来的成员，受过严格的训练，是不会出卖我们的。你说的话我相信，可是你们要知道，特高科针对审讯专门研制了一种药物，而且据我得到的消息，利元昊亲自参与这次审讯。
整个行动队都会非常危险，也包括他们。日军医院守卫非常森严，而且他们对孙亮加强防护，要想营救他根本不可能成功。那就只能壮士断腕，采取清除行动了。可是以我对田中新一的了解，他肯定会在白天就完成审讯，根本就不会给你们等到晚上行动的机会。所以我的建议是做好最坏的打算，该转移的转移，该销毁的销毁。我们建立这些联络站真的很不容易，这样的话损失会很大，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我在想，如果说日本人会给他使用药物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药物上做些文章？我们上海站确实有一种药物，能让人处于假死的状态，但是如果超过一个小时没有注射解药的话，同样也能置人于死地。哎，这个我之前考虑过，但是要想执行这个计划，那就必须要接近孙亮。虽然上官静云在这个医院里，但我觉得日本人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。那你们能不能把药物做成和日军审讯的针剂一样？这就简单，只要把针剂上的颜色做成一样就行。你们这个做什么？或许我们有机会可以把孙亮营救出来。